希望以后能够像王维忠一样厉害。我的梦想是到美国职棒大联盟打球。我想像陈文义一样打进大联盟。其实在这个路程中有很多的挫折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永不放弃，持续的为梦想前进。耶，开我！这种哇，你来哇！什么？耶，石头？哪里？海洛绿。那个吗？耶鲁，起来！哎呀，不要找道员啦！100亿的举手，要踩好哦，你们没。是谢谢富邦啦，因为富邦已经开始在基层做了很多赞助的活动，然后他们在推广一些运动，那期待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加入这个行业。阿娇。